天府之国的麻辣秘方有何神奇之处？到底什么是波波？如果你也想变身成为美味大师，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麻辣盛宴，就来加入这场美食王的较量吧！快乐体验美食王，麻辣参加，耶！严振宇，严振宇，快看，这是四家大厨的召集令耶！对呀，你不是最喜欢做好吃的吗？是呀，看来只有我去了。走吧，咱们走。哎，夏玉姐姐，最近听说有一个私家大厨的召集令。是呀，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做吃的吗？我看你可以。你去吧，我们也一起帮着你。行，那我就去试试，咱们一起走吧。庄园大厨招募令，我们不要求你会骑马、射箭、飞檐走壁，也不要求你会唱歌跳舞耍马戏，我们只要你有智慧、有勇气，最重要的是有一颗热爱美食的心。符合条件的美食家们，快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快乐体验》。哇，厉害了！这一期看到没有？我们是《快乐体验美食王之麻辣川香》。对了，我们是来到了四川的成都。我们都说这里是天府之国，为什么叫天府之国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美食，很多玩的，吃喝玩乐样样都有，很能享受。很能享受啊！天府是天生的仓库的意思，天府之国是代表这里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没错，说起麻辣口味的食物，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想到四川地区。那么四川在古代有没有辣椒呢？答案是没有。不要说四川没有，全中国都没有。辣椒可以说是人类种植的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但是中国不是辣椒的原产地。辣椒是舶来品，进入中国是明末以后的事了。辣椒传入中国的途径是先至东南沿海，再由江苏、浙江传到江西、湖南，最后到四川落户，距今只不过200年的历史。四川的雨多，空气湿度大，吃辣椒可以驱寒祛湿。正宗川菜之所以有其特点，以味取胜，与其所用的调味品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制作回锅肉、鱼香肉丝，如果不用四川的郫县豆瓣和泡辣椒，就很难领略到它的正宗味道。可见要烹制川菜，重要的调味品像川盐、花椒、郫县豆瓣、泡辣椒等等是绝对不可少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两队的队长要带着他们的队员一起来比拼我们今天的美食王。好了，问一下两队的队员，你们有没有信心赢过对方？有。问一下队长周佳玉，你来告诉我们，你们凭什么能够赢他们？靠颜值。哎呦，靠颜值？难道你们长得很丑吗？你们靠什么赢他们？实力。你看，我们就不跟你们拼颜值，我们跟你们拼实力。因为我们这里的庄主啊非常喜欢麻辣口味，所以呢我们第一步的任务就是选择调味料。你们对调味料有什么样的了解？酱、醋、盐、茴香、藿香、花椒、麻椒、酱油、醋。哇，听起来好像他们更专业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调味料的选择和准备。当然了，这些调味料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还有用处。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比拼，加油！开始我们第一关的比拼，看到没有？我身后那不是攀岩壁，那是调味料的美食墙，在上面有很多的锦囊，锦囊里面装的是什么？香料。香料，调味料。
每个队只要拿到6个锦囊就可以完成比赛的任务，看哪个队更快一些，有没有信心？有。问你们有什么用，得问他们俩有没有信心。有。究竟谁会获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比拼。好，准备，3、2、1开始。在我们队里面就我不恐高，大姐姐然后越太重了，爬的时候就肯定有些很累，然后爬不上去。他们两个男生要在那一轮帮我们争分，所以我就来攀岩了。大家好，我是谭宇轩，今年9岁。谭宇轩9岁，最喜欢的美食是麻辣烫。我做过番茄炒蛋，还有煎蛋，和爸爸一起做过糖醋排骨。每次我做饭，我都会吃特别的多。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菜非常的好吃，爸爸妈妈也觉得非常的好吃。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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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去攀岩觉得还是有些困难，因为那些很空的地方你根本脚都是踩不上去，然后呢你就会在那里停一下。大家好，我叫周佩林，来自武侯外国语学校。周佩林11岁，最喜欢的美食是糖醋排骨。平常在家有事没事就帮着妈妈、爷爷、外公外婆做饭，我的做饭技术都是我妈妈手把手教我的。糖醋排骨那个是我妈妈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做的，但是现在可能没有妈妈在身边，还是做的没有妈妈做的那么好。成都的好吃的很多，比如说麻辣牛肉啊，凉面啊，凉糕啊，反正就是去小吃街你就可以尝到成都无限的美味。他们俩每个都已经拿到了一个锦囊。好，拿第二个锦囊。好，同队已经率先拿到了2个锦囊。因为前面的时候练习爬的时候抽了一下筋，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的。我就心想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对手也算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了，我觉得他表现得很棒啊，但是还是着急，因为背负着同伴那么多的期望和加油声。爬到半路，然后那里因为路很坎坷，然后就感觉爬不上去，一下子松手，然后左右又掉，就非常的惊慌害怕。我一定要帮我们组拿到6个调料，无论怎样我都要克服。对，一下去吧，一下去，没事的，没事。今天收获还是很大，知道了攀岩的技巧，而且同伴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加油鼓劲，让我感到十分的幸福。没爬过，应该是意外表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作为一个女生还是很勇敢的。好的，我觉得自己的表现还不错。好的，非常棒。还有2个，加油。好的，率先完成了比赛任务，非常棒，拿到了6个锦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锦囊里是什么东西，好吗？好，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味精。来看一下，谭宇轩。辣椒。辣椒。杨振宇。好香啊，香叶。杨振宇。好。一股麻麻的味道是花椒。可以做泡菜的调料是大蒜。问一下我们川湘队，觉得你们的队员韩宇轩表现得怎么样？特别棒。有多棒？用成都话说一下。巴适的，做得很好，棒极了。做得很好，棒极了，棒棒的啊！好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麻辣队啊，麻辣队刚才拿到了几个锦囊？一个锦囊。那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个锦囊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不好？然后放在手心给我们展示一下。八角也是我们这个调味料中间很重要的一环。那这样在这个环节获胜的就是川湘队。美食王之麻辣川湘第一回合，川湘队暂时领先，麻辣队可要加油了。
好了，两个队已经顺利完成了第一环节的比拼。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啊，我们这里的庄主特别爱吃一道菜，叫钵钵鸡。哎，有没有吃过？好不好吃？好吃。哎，但是呢，现在我们只有调料，还没有鸡。这就好比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没有老师，主持人主持的时候没有话筒，看电视的时候没有电视机。接下来这个任务就和鸡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好了，马上进入到运送原料的比拼了。率先登场的是我们的麻辣队，感觉怎么样？一点都不紧张。以前有没有做过相类似的拓展训练？做过，所以今天应该是手到擒来，熟能生巧，对不对？对。再问一下黄一涵，你觉得怎么样？还是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紧张，但是一定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对不对？我们看到了绿队的队长亲自上阵，有没有信心带好这支队伍？有。好的，比赛马上开始。在本回合较量中，每队需派出3名队员夺取美食原材料。每位队员要通过钢丝绳前进到终点，成功拿到一只鸡，再从吊桥快速返回，用时短的一队将获得本回合的胜利。麻辣美食我最拿手，耶！计时开始。我们要夺取美食的原料，吃上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大家好，我叫宁思傲，今年10岁了。宁思傲，10岁，最喜欢的美食是榴莲。我最喜欢吃榴莲类型的甜品，我最擅长做蛋炒饭，那也是我唯一会做的，都是给我爸爸妈妈和婆婆爷爷吃的。成都好吃的东西多得很，例如三大炮啊，那些麻辣川香口味的，就有各种各样的成都地道的老火锅。我喜欢吃辣的东西，我爱成都的火锅。我是队里唯一的男生，我觉得我表现得不太好。加油！加油！看到下面呢，就觉得有点高，我就觉得很害怕。加油！加油！加油！在走钢丝的时候太紧张了。之前还是低估了这个的高度，我突然发现很高。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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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走？直接往前走。爸走了一半了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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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冲出去了。然后前面那棵树，本来以为很轻松过去，结果就很慢，所以呢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害怕。刚刚不是不害怕吗？我没想到有这么高呀，不过走了一半了，没错，坚持，快到了，相信自己可以，加油，走了一半了，我就自己放松，看前面就觉得不高了。后来呢，我想着我是第一个，应该是最不紧张的，我看我已经走了一半了，我就想坚持下去，不要泄气。自己慢慢的走，然后研究这里面的奥秘，结果就走过去了。奥秘就是呢，你走的时候要把脚尖朝里面，然后要放松一点走，小步不要走太大步了。如果很陡的话，就稍微把绳子往后拉一点，稍微往前走一点。哇，好简单，这不管是稳的不会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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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到了！挺慢速的。加油！加油！争取时间。宁桑现在用时是8分钟，啊。后面同学要加油了。我是第二个出场的，第一个队员都付出了那么多，我应该也要为这个队里面付出，然后呢就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大家好，我叫黄雨涵。黄雨涵，8岁，最喜欢的美食是红烧排骨。我最喜欢吃我婆婆煮的红烧排骨和青椒土豆丝。我自己做过很多甜品，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菜一般般，还需要继续努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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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不是很好，因为就是在途中非常的恐惧。就是在中间的时候，
非常害怕，因为中间的时候最陡，就停在那儿，停了很久，浪费了很多时间。加油，一会儿就看稳了，走，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提醒他们，我发现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一些攻略，然后呢就给他加油，我觉得挺管用的，因为他们都比我走得快了就。我听到队友给我加油了，所以我一下就有劲了。我觉得我们队表现的都很好，那个吊桥是比较固定的，就没有像钢绳那么陡，就感觉很轻松。我觉得我们队整体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团结。好的好的好的，黄雨涵，哇，速度真的很快，他只用了6分钟。我是最后一个上场的，周佳玉。大家好，我叫周佳玉，今年12岁。周佳玉，12岁，最喜欢的美食麻辣牛肉。比较喜欢吃辣的，什么麻辣的牛肉啊，什么都喜欢吃。然后我做过咖喱炒饭，土豆丝、土豆泥、回锅肉。说起成都的麻辣川香，那可就多了，比如钵钵鸡、火锅、冷串串，还有各种炒菜。他们的队长周佳玉也已经出发了，加油！周佳玉，加油，加油，加油！因为最后一个上场，我的压力就更大了。加油，加油，加油！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就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在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觉得很可怕。加油，加油，再不走，好的，抓紧绳子。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我想要给队员看一看，最后一个的话就会变得很紧张，因为觉得努力的想要扳回一城。然后前面两个队员的表现都还不错，因为宁思奥他是第一个上场的，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但是他还是做到了。然后第二个黄雨涵上场的时候，宁思奥也一直在下面，一直在指导他，所以觉得我队员都很棒，很团结。我觉得我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一开始的速度很快，然后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中途的时候可能心态没有调整好，因为它有点陡，所以就会觉得自己会摔下去，就有点不相信自己了，就慢慢放慢了脚步。稳稳稳，好了，这样的话抓紧点，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在比赛的过程中心理上的问题有很大，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只要相信自己的话是一定可以的。我们麻辣队是最厉害的，下关的比赛我们一定能赢，加油。好的，时间到，耶、yeah! ！好，麻辣队已经完成了比赛，我们看一下你们的时间是20分钟，恭喜你们！可以说，除了宁思奥以外，其他两位女将都只用了6分钟，哇，真的很厉害！啊，周佳玉，觉得你这对同学表现怎么样？非常好，对，非常好，对不对？可能心理上的障碍比走在上面的障碍更大。所以就是我们都克服了困难，麻辣队完成了比赛任务，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川香队的表现。好，我们看到了像一个个非常火辣的小辣椒的川香队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有没有信心？有，祝你们成功，计时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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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杨振宇，我今年11岁了。杨振宇11岁，最喜欢的美食是回锅肉。在家里我经常自己做菜，我经常做的是青椒炒土豆丝，还有甜椒炒肉丝。我自己还能做蛋炒饭、回锅肉。我上去之前是有计划的，我的计划是，上去之后我的两只脚放在绳索上，我预计的是绳索应该不会有多晃，然后我就拉着那个绳子一直滑过去。因为我看到前面对手们他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到那儿的时候我脚下就有点不稳了，因为我把自己的重心压得太低了，就可能脚有点发酸，然后底下就不稳，重心小一点可能就会掉下去。小碎步，小碎步，快，步子小一点。走绳索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走起来那么晃，我很怕掉下去的话跟我们队耽误时间。就是前面到舒压那儿的时候，树丫刮到了我的手，然后脚下就有点不稳了，然后后面一直晃来晃去的。你的脚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太晃了。加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把左手拿上去一点。队长，就靠你了。别靠我，靠自己。绳索的时候，我就是要掉下去的时候，我就是用手使劲拉住上面的绳子，脚就没有掉下去，不然的话要耽误时间。我觉得我表现的还不错吧。我们川湘队就是要夺取美食的原料，所以我们川湘队无所畏惧。杨振宇，文物中心，继续，还差一点了，争取在5分钟之内完成，给女生一个好榜样。走木板桥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因为木板桥虽然中间有点斜，但是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重，很稳，我走过去就不会那样摇摇晃晃，我就可以走快一些。哇，速度真的很快啊，现在仅仅过去了5分钟，比前面所有人都要快。好，非常棒，来，好，第二位。好的，第二位选手已经登场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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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陈燕如，今年11岁了。陈燕如11岁，最喜欢的美食是钵钵鸡。一般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做饭，然后我就炒蛋炒饭。如果你想来成都玩，我会带你去找好吃的，比如说有糍粑、凉糕、凉面和三大炮的。如果你喜欢麻辣口味的，我可以带你去吃火锅串串的。走绳索的时候手就紧一点，加油加油。就是上去的时候呢，那钢丝走钢丝的时候，上面特别陡，然后抓着呢也不稳，鞋一踩就滑了，然后不小心重心不稳就掉下去了。左脚放绳索上。这个在中途的时候突然掉下了这个绳索，所以他得重新再来。那这计时吧？要计时。他刚才浪费了1分钟的时间，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他们现在速度依然要比前一组要快一些。不是走太快了，应该掉了。当时的心情吧，就是很惊慌吧。后来呢，我就闭上眼睛，先静3秒，然后再继续走，就比较好了。加油，快快快，跑过来！第二趟走的应该要比第一次轻松多了。站稳，别掉下去了。就是刚刚开始走的时候没什么，走到中间那一段的时候呢，就特别陡，特别陡，然后呢就容易摔下来。把脚蹲下去一点。蹲下来，因为我队友说让我蹲下来，重心会比较稳。我想的就是会让他们减少一些心理压力吧，然后也给他们一些经验，让他们就可以稍微不那么害怕，因为下面还有人帮他们助威。就是太快了嘛，然后就踩漏了。两只脚都放在绳索上，停一停，等一下把车停稳才走。快点，不稳了，把脚蹲下去。不要着急，慢慢走吧。我想喊他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就想让他慢慢的，不要受伤，然后不要太担心了。顺着平稳的收脚，快点滑，再走一大步，走，爬上去吧。好了，迈出脚步走，把脚放上去。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方块呢就比较稳了，所以说可以快跑了，没有关系。整体表现一般吧，我们队的两个男生都特别棒。哎，好。快好下一关应该是比这次好，加油。川湘队用时是13分钟，也就是说他们如果最后一个选手盛俊祥能够在7分钟之内完成比赛任务，他们在这一关就可以获得比赛胜利。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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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我觉得我的队友也挺快的，在上去之前他们都喊我按照先前那个女生那种方法一直走下去，毕竟可以省2分钟或1分钟，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方法，先双手把最上面的那个绳索给拿着，然后用力撑起整个身体，然后用脚轻轻的在下面滑动，滑动过程中你要慢，然后绳索就不会抖动得太厉害。大家好，我叫盛俊祥，今年11岁。盛俊祥11岁，最喜欢的美食是牛排。我喜欢吃牛排、披萨，我在家自己做的牛排和披萨自己吃了，味道还可以。脚放斜一点，对，就是这样。走得要快一点，步数要轻一点，要用脚尖去点，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用后脚跟去顶一下绳索，然后你会慢慢慢慢的觉得速度快了至少1倍。我就一下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走过来，7分钟之内就靠你了，
就算再重的人，你必须要让自己轻巧一点，轻巧过后再轻巧，然后你要双手拿着绳索，然后慢慢慢慢的往下滑。走到那儿的时候才2分半，叔叔告诉我回去应该赢了，然后就再次带着绳索兴高采烈地往回奔。结果发现我往回奔的时候没有像队长说的那样两步一格，而是我跑起来了，每踩一格然后速度也加快了至少2倍。从往绳上下来的时候，你要用屁股往下一撸一撸的，然后再用脚来顶那个，产生力度让你缩下来缩得更快，不像那种直接爬下来，所以说我的时间会产生得更短。哇，神奇了。刚才在盛俊祥没有比赛之前，他们队用时是13分钟，盛俊祥完成比赛，他们队的用时是16分钟。也就是说我们盛俊祥不仅单个人的成绩是最好，而且川枪队在这个环节就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恭喜你们！美食王之麻辣川枪，第二回合川枪队扩大了领先优势，麻辣队还需要继续努力。通过前两个环节，两个队已经找到了调味料和我们的原材料。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进行烹饪的环节，做钵钵鸡。问一下两队队长，以前有没有做过饭？做过。有，做过饭，做过什么饭？米饭、炒饭、米饭，还有番茄炒鸡蛋、土豆。哇、哦，土豆丝，土豆泥。哎，好，问一下我们绿队啊，朱佳玉，你做过什么样的饭？我做过那个咖喱饭。咖喱饭，以前有没有做过钵钵鸡？没有吃过。吃过，哎，那就有好戏看了。有没有信心把它做好？有。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三回合的比拼。加油！大家好，我是冯大厨。大家好，我是周大厨。请问冯大厨，我们这个钵钵鸡的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那我给你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选取大概有3斤左右的一只土鸡。但是这个土鸡呢，它不能选择那个母的，一定要选择公鸡。为什么？因为公鸡的肉质比较紧，它的口感比较脆。为什么选择3斤左右的吗？因为3斤左右的是跑山鸡，在我们这里俗称跑山鸡，因为它是吃玉米长大的，所以它的煮出来是金黄色的。首先我们需要大葱、花椒、少许的盐、味精、鸡精，再配上我们的生姜，用白水大概煮半小时左右，直到那个我们的土鸡自然冷却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改刀。你们是不是喜欢吃素菜呢？哇、对，所以我们给你备用了很多的素菜。再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由我们的周大厨以及我冯大厨教导小朋友制作我们的全过程。冯大厨，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叫钵钵鸡呢？这个可能要从咱们的历史典故说起。钵钵鸡是四川成都的当地传统名小吃，属于川菜系，从清代流传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钵钵鸡听名字会觉得很新奇，其实钵钵指的是瓦罐。地道讲究的钵钵鸡要盛放在红黄相间的瓷质龙纹仿古罐中，里面插满了穿好各种食材的竹签，浸在麻辣喷香的红汤里，吃起来非常方便。为什么必须要把菜穿起来而不直接煮呢？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当时咱们的条件有限，咱们必须用竹签把串那个菜串起来之后，放在锅里再煮熟。这样的话，咱们就直接用手洗起来可以吃，这不需要碗筷的，知道吗？就是为了方便。冯大厨，那我们就开始做吧，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好吧，那接下来让我跟周大厨一起来合作做这一份钵钵鸡。我们只煮了半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咱们能保持鸡的原味，因为这只是半成品。冯大厨，能不能提一个要求？什么？你说。就是一会儿把那个鸡腿留给我吃过，我喜欢吃鸡腿。其他同学同意吗？不同意。我张罗着要吃鸡腿，是因为鸡腿它那个地方的肉比较嫩，然后肉也比较多，也有骨头可以啃。
周大厨在操作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吃这钵钵鸡了，闻起来香喷喷的，看起来特别好吃。现在鸡准备好了，下一步该做什么呢？你猜。猜不到。啊，有谁知道呢？我知道。你说。就是下一步要拿竹签把面前的日食材穿起来。对。但是咱们在穿面前食材之前，咱们一个小小的考验，知道什么？啊，这是你们要把所有的菜名全部说上来，咱们才开始穿。这个是韭菜。对。这个是鸡爪。对。这是生菜。对，它是生菜，但是它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生菜，对，第二个菜我们在贵州的话会说为叫糯米菜，因为它是下水即可以吃的。平菇，红薯的叶子。这个是莴笋菜。那是水皮菜。花菜。红花。鸡腿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对食材进行加工吧，好吧？好。从红队开始吧，好不好？我觉得做钵钵鸡特别简单，因为有周大厨带着我们一起做。咱们接下来开始串菜吧。我就喜欢吃钵钵鸡，我以前做过钵钵鸡。做钵钵鸡呢，我是在家里做的。首先呢，把鸡煮好，然后冷却之后拿上来切成丁，把材料拌好。然后就把它放进锅里面煮，煮完之后拿上来冷却之后就可以吃了。今天我们在庄园里正宗的钵钵鸡。洪大厨，这一个圈上穿几个菜啊？穿一个菜，一个圈穿一个菜。穿一个圈能穿完吗？可以啊，你看这样。我觉得穿串不难，但是有一些那种特别细的那些菜，串串跟它们差不多大，然后插进去的话很容易插坏，要重新插。那这个菜怎么穿呢？这个菜啊，您可以这样。哦，我平时在家喜欢吃自己弄的牛肉，有些时候我妈回来晚了就弄妹妹，然后我就自己弄饭。我自己做过牛排、三文鱼、披萨。因为四川人都特别喜欢吃辣的，所以说就是可能北方人吃不惯就会觉得很辣，但是对于四川人来说就是越辣越好吃。你的串太多了，这个。这样就可以了。不好穿，就是鸡骨头会挡住竹签穿过那个鸡肉，就会导致穿不进去。如果穿不进去的话，你就可以往另一个方向穿，这样就会穿得牢一些。这样这行吗？这样可以的，可以的。我以前做过饺子，我还做过抄手和蛋炒饭那些，但都是我外婆和我妈妈辅导我做的，跟着周大厨把步骤都学会了。下次让我自己再做，我肯定也会做了。我打算以后也自己尝试做一做，我打算给我的家人做来吃，也和我的朋友一起分享。只要大家觉得好吃，我都能做成钵钵鸡。看，这是我们麻辣嘴穿的钵钵鸡，这是我们专项队。钵钵鸡。好，既然咱们两队都已经穿完结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周大厨给我们制作底料，好不好？好。想要把钵钵鸡做得好吃，调料非常重要，应该有辣椒面、花椒面，最重要的是红油。我刚刚看到师傅调在一起就很香，就必须这三大原料。锅底里面好像有香叶，然后八角，还有辣椒，然后味精、花椒。熬制汤的那个部分还是有一点难的，但是我还是学会了，因为它需要掌握火候，还需要什么时候倒什么调料，什么时候把它舀起来滤过之类的。我觉得做钵钵鸡不难，对我来说就是小 case。我以前没有吃过钵钵鸡，今天是我第一次做。他们在锅里煮的时候非常的香，我都想吃了。嗯，香吗？哇，好香啊！洪大厨，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了？还要稍等一下，我们还有最关键的一步。来，周大厨，咱们最后一步，知道是什么吗？花生辣椒面。哇！好，我们最后一步呢是泼红油，咱们这步完了之后就可以开吃了。好，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想吃吗，各位？想。啊，冯大厨，能不能把鸡肉给我呀？您还知道您刚刚串的是哪一串吗？你说得出来，我让你吃。记不得了，那么多块鸡肉，就这串吗？对。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我们每人都有一串，好不好？好。好，
来，咱们想吃的，一二三，动手。它的味道就是辣香，吃了第一串还想吃第二串，辣的好吃。我啊，啥都想吃，我吃了两串，吃了一串鸡爪，吃了一块鸡肉、鹌鹑蛋、藕片，还有其他好吃的蔬菜。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了，就味道就适中，觉得挺好吃的。这次是我亲手做的，就觉得更好吃了。今天钵钵鸡的味道呢，反正吧，不辣不咸，味道刚刚好。我吃了平菇和土豆，好吃。我吃了五六串，吃了那个鸡腿菇，还有莴笋，还有鸡肉。我吃到了鸡翅、韭菜、土豆、红薯的叶子、白菜，完美。我觉得白菜吧应该最好吃。今天我们做的味道是非常好吃，我平时不能吃太辣的，今天的味道刚刚好。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想不想尝一下我的手艺呢？那就快来成都吧。好了，今天两个队都已经顺利完成比赛任务，应该说你们任务完成非常出色，对不对？对。嗯，如果要想让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来到成都，你会告诉他们什么？欢迎大家来到美食之都天府之国，这里不仅美食多，美女也多哟。哇，厉害了，你看他们永远是靠颜值取胜。你们呢？辣鸽子，辣辣鸽子，辣辣鸽子，欢迎你们来成都玩。好，非常棒。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也想像我们一样品尝麻辣川香，就快来成都吧。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再见。